国内疫情扩大咧，苗栗县政府得到优良性企业建立三套先进的自动拆分出去门，希望本防疫工作行较顺利。然后还有三间优良性企业联合建立本县内苗栗工商、民营、泰伦国中、篮球队，总共300万元经费来支持学校培育篮球人才来用。所以民众体温超过37.5度，警报器做不响。除了监测体温以外，一门很多一项紫外线除菌的效果，也运用国际有限公司为了提升公部门防疫工作，特别送本苗栗县政府三套自动测温的除菌门。啊，我们的设备是能看到自己的温度，那会让自己觉得哦，身体健康是没问题的，不让自己有胆怯的部分。原本啊是送给我们议会一台，我还有这个县政府一台，那刚才看了以后就再加码给我们一台，哦，是卫生局哈，哦，所以啊，我是代表卫生局警察局再次表示感谢。有良心企业董事长文佩沙皮，除了同县政府加强防疫工期，去年天子运将建设新发年的公司，每送本苗栗高商五来，民营泰伦国中篮球队，总共300万训练经费，而培育苗栗篮球选手。因为以前我们也打篮球的，出去比赛哈，吃饭自己掏钱，衣服自己掏钱，鞋子没有穿那么好鞋子了，穿帆布鞋了，所以可以理解呢，这个球员。这个财政经费不充足底下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其实从讲，苗栗高中五篮连了6年，得到 HBL 前八强好成绩。民营同泰伦国中每到 GHBL 拿到6强以后好成绩，希望有下一代有良心企业来腾出经费，做滴培育下一代篮球选手，持续同苗栗争取荣誉。记者杨诺，苗栗报道。